粉蒸肉，蒸了2个小时差不多，也烂糊了。我上面撒的是那个老干妈辣椒油，这个是大虎虾，老大一只了。哎呦，先开花，老肥了。这个蘸上辣椒绝绝子，开口。
就三岁。空气炸锅热了一下，其实脆的，然后准备一点蒜，大把蒜，芝麻肚，哇，这个红油好香。酸甜的，哦，好冰。
杨枝甘露的。西米，又加了点这个杨枝甘露的酱。你们要的大肠和串串肠来了，配的这个是蜜蒜串串肠，这个是拿油煎过的。芝士冒油，这个肠一点都不苦。
用空气炸锅把这个羊排给煎了一下，好香，多余的油脂已经煎出去了。这个是骨髓，哦不对，是脊柱里面那个筋。这个是腰子，我把它剪开了，是油包腰。还有点辣。脆骨。